昆凌目前虽然怀孕五个多月，仍未完全停工养胎，近日挺着孕肚现身拍广告，无论四肢或体态都没有太大变化，依然与产前一样纤细。昆凌怀小周周期间只胖了约4公斤，如今怀上第二胎，虽然尚未透露增胖了几公斤，但光从外貌或身材来看，完全看不出已是一个小孩的妈妈了。许多网友都很好奇她是如何维持美貌及体态。昆凌透露，现在会看营养师的书来了解均衡饮食的方法，如此一来便知道该如何只吃营养不吃热量，此外也要好好休息，让自己好吃好睡就对了。